哎，这个我又回来调，真是关了这个，哈，这个讨厌关卡我已经不知道卡多少遍，所以现在要看我的这个生出不如的意志力，意志力个头啊！我才刚进来这关，他们用很不欢迎的眼神，然后来这样，然后他们就，看我扎死，扎死，扎死！啊，好啊，蹦蹦，喂，你就这样把我拍死？好，但是，我到底可以过去了没有？你这个可恶的道具怪，我就拍死你！啊，好啊，你还敢拍我？死你！我到底可以看到那过期火腿肠的过去了没有？还没有办法啊！是不是你害到你这个烂牙齿啊？Let go！ 实际上，它真的是牙齿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希望来个药吸，然后把他们全部都舔一口，就把它舔死。这个超神力，这个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来来来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哈哈，来哈，你就是你，来给我过来。哎，好，他不过来，没关系，任何怪我都可以不杀，就是你一定要杀。这个可恶的小白痴家，你真的来呀、啊、你就是天生让我讨厌的是吗？哈，来看我这个 attack 这个，哎，看我把你踢死，我先去装问号，我这有钱吗？不要告诉我可以，他们可以吃蘑菇，他们可以吃钱，他们可以去死你的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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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死！怎么还没来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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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一接近他就不敢过来。好好好，来给我过来，来给我过来，给我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机会，哈！哎，终于把你给弄死了！ Let go！ 他肯定是世界上最烦的一只怪。好，我要来打这个不科学曲线的这个，科学曲线啊，不科学抛物线，我感觉比较好听。来吧，这个，哎。我现在没办法拍死，为什么？这奇怪了，为什么玛丽会一直被他们用奇怪的招数被杀呢？为什么？真是的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他们不闻到玛丽的香气呀、啊？哎，喂，来啊！你是不是那个雪白牙齿的爸爸？啊，把你怎么教成个烂儿子？啊啊！我那个不科学的家伙，不科学家伙，看我怎么拍死你，看我怎么做死你，看我怎么弄死你哈！来这边就是来做死的，看我怎么杀死你。哎，我怎么弄错了那招？对，还有那招嘛？对嘛？哎喂，还是因为他这个地方比较好。旋转，跳跃，躲避，遮掩。哎，给我过来！来，来，冲啊你！你不是一直想冲过来的吗？机会！你这是怎么情形啊？哎。就过来，你这故意只剩一点点的吗？我觉得他真的是故意的。哎，哪有这么可恶？
肉的。看我冲过去的把你给。有没有看到啊？这就叫不科学。我把你左右左右乱乱乱弄死你，这样你就死了，有没有？哎，真的是很划算，免费作死啊！啊你，来你，来呀、啊！可恶的烂乌龟！我现在很慢哦，我很慢，我很慢。好啊，终于有那个机会可以好好敲敲死你了！哎哎哎哎哎，没有弄到他！哎，不公平！我很想爬到这个绳子，然后挂腊肠，然后再那样打死他，但是就是不行。哎，没打中我，你这家伙！哎，对，看我旋转跳，看我旋，是随便都能把我拍死。终于轮到我了，花这么多时间才终于把你这里给我弄死。啊。只会出现这么一段可恶的话，你看这画，我完全不想看到这个，我直接把它画掉吧。哎，完了什么 ？biu， 好，四十一十打特，来啊，让我看看这第四大关，怎么一开始就是竞技场？喂喂喂！来呀、啊，过来呀、啊！你这些可恶的小混球，来，机会，很爽，又出现了破场破绝场，哇，恐怖的干！他这一个一个弄，真的是让我有点困扰了，真的无论我技巧差这个。可以手残嘛？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一格一格跑的，是让我们觉得很困扰。跳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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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我摔下去了？又被弄上去了！跳机会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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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终于，机会！啊！没想到我用这种方式让他，是不是有炮弹？很好，居然没有撞！哎，我怎么没撞到？哎呀，一条生命！哎，啊，我怎么拿不到？肯定前面又有什么奇怪障碍！啊，娘喂，这个是。这不就是我们的凯瑟琳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之前的那个凯瑟琳不会吐的东西？为什么他不会粉？他这个他粉红色应该吐蛋蛋，他绿色应该要吐火的。对啊，为什么这样？所以他不是粉红色吐蛋蛋，是绿色吐蛋蛋。哎呀，哈哈，啊哈哈。敲死！蹦！耶、yeah! ！我们马六大叔又凯旋归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我们，好，我连这是第几集我都忘记了，这好像是第三集吧？哎。
哇，它真的是一个，它那有没有 world map 之类的东西？然后我知道是指的这个森林世界。哎，这边前面有很多个钱，对不对？把吃完吧，哈哈。它这边会有那个，肯定是前面方有一个什么麻烦的东西，对吧？哎，有，真的有麻烦的东西。看。跳过你这家伙！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打死你！推死！跳！机会！我不是打到他了吗？应该是他不吐火，而不是我受伤才对啊！那游戏系统真的是超级，让人失望。我的。来，你，他怎么还不过来？哎，对嘛，应该这样啊！啊，终于弄死他！好，那你过去火腿肠出现了，啊，这个药吸，来，药吸我就有兴趣了。跳哦，舔他，来，就是舔他，打他没有任何的用，没有用任何方法打他，只能舔他啊！要是你这个是这回是有病毒的怪牙齿，我要不要？为什么要吸的脸一样是这么的感觉那么舒服呢？你这样不会让真的觉得舒服啊，因为这前方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障碍。话说这可能也是我唯一哦，我终于看到这个火腿肠了。也许这是我唯一在这台电脑里面可以玩的 fan game， 就是这台电脑自然就很难抛弃这些 fan game。这回啊，这款游戏居然还可以让我，竟然还可以让我录，还可以让我玩。真是太爽了！这个哎，唉，来，舔死你！来，机会！唉，一定要这样他才会过来吗？真的一定要这样？好，舔。哎，我过了。我想这关卡流程是不是会一直加长？应该是怎么一个回事？所以就慢慢让它加长，你知道吗？那最后一关变得非常长喽。好了，四十三了，斯达特。哦。喂，太不人道了，喂，不人道，等一下又会来，对不对？跳下去，又是钱，都忙是钱啊，终于没有一个，终于不是钱了。fire， 我也没穿过去啊，算了吧，用冲着可以，前方危险，我的天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样就死了，火花的太强了吧，哇，我的火花让我一下就把这个怪物给杀死了。哎，他那种的，我刚才就杀那么久，现在随便杀一张就杀死了，这样的。而且四十三这关完全没有格斗，除了后面的 BOSS 之外，所以这位四十四吗？四十四又跑出什么？
我们玩了三集，然后四个世界了，很好。跳，又是我才不拿嘞！你自己去炸了你。点亮，点亮，点亮。哎哎哎，又是这些哎，紫火，这是什么？紫火是什么东西？哎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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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我就这样被他们弄死！哦，又是你这个家伙，你这个烂烂牙齿，你这个烂牙齿，烂牙齿，去死！你这死！现在这个，我到底该怎么样才可以把他们杀死？我连用泼的都不行。他又要害我死很惨。啊，来呀、啊！哦，可恶！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玩马里奥？你不能让我直接死吗？哎，还好刚开始复活的时候会有一点无敌时间。为什么我要被他们玩了？哪有这样的？那我就随便弄一弄我就死了。这个游戏也未免太不人道吧？那我用旋转跳就会，好吧，看来还是没用。甩开你那些讨厌的东西！哎呀！哦！啊，这种东西就是让我死啊！这个，来！哼！只差这两只。这两只就是我目前最烦的东西。嘿，这个也很烦，我居然忘记这只跳旋转旋转啊旋转啊旋转，哎，没有了没有了，我现在不能用旋转了，因为我现在如果用旋转的话，我就没血了，就没戏唱了。哎呦，好好跳过你这个，我要被弄死，我刚才不是按两。唉，这游戏的系统实在是让人又出现了过期不正常。说实话，我一点都没有要想要救出这个过期火腿肠的欲望。这什么玩意？这什么啊？我又要用这种方式把它转死。哦，转死，转，转吧，转吧，七彩霓虹灯，转你，怎么没有让我转到呢？哎呀，太可惜啦，对不对？转，转，转死啊！好了，我现在不能再转他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啊，被他转一下我就死了，所以他可以转我，我也可以转他咯，所以代表说应该这样的，哈哈，好好，我觉得真的在打这些 boss 的时候一定要把血留好，不然你又没有办法好好的转他，命也要留好，不然你一下就会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，喜欢这张，欢迎订阅，支持你们频道，支持更多我们，还有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耶、yeah! ！